刚才我们看到矩阵的乘法甚至是不满足交换率的，我们从几个例子给了几个例子，发现大部分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都不满足交换率，这也是这个乘法的重要性体现在这里。那它的结合率、分配率等别的定律是不是满足呢？这一节我们就系统的来讲一下矩阵乘法的一些性质。首先我们就接着刚才的来研究一下交换性，交换率是不是满足的。当然刚才说的不满足啊。不满足。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AB BA 是不相等的，不光是不相等，有时候 AB 存在 BA 直接都不存在，刚才我们的几个例子都讲过了。但是有的时候 AB 是可以等于 BA 的，比如我们后面举的那最后一个例子， AB 和 BA 是有时候可以相等，这时候叫我们叫如果 AB 和 BA 相等，就出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，那这时候我们称 A 和 B A 和 B 可以交换。实际上就是说它俩在乘的时候呢可以交换，这样的矩阵应该是比较少的，所以是一个可以研究一下性质，交换性质 A 和 B 可交换。比如举个例子吧，我问你所有与这个矩阵可交换的矩阵应该长什么样子，所有与这个矩阵，我把它记成 B 吧，与 B 这个矩阵可交换的所有的矩阵应该长什么样子。可交换就这一个等式，所以呢我用待定系转方法，我假设有个矩阵 A， 它跟 B 可以交换。那显然呢 ，A 如果要跟 B 交换的话，首先 A 一定要是二乘二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首先它 A 和 B 要相乘，所以 A 的列数应该跟 B 的行数一样，肯定是两列。反过来 ，B 和 A 还要乘。所以 A 的行数又应该跟 B 的列数也一样，所以它应该是2乘 2， 必须是2乘 2， 所以 A 呢如果要跟 B 交换，它必须是跟 B 规模一样才行，必须是2乘2。我假设这里面四个系数都不知道，它这四个系数需要满足什么性质才能使它与 B 交换呢？因为 AB 等于 BA，所以我把分别把 AB 和 BA 算出来，那 AB 呢就是这个乘以这个，所以呢 AB 的结果就是 A 的行乘以 B 的列，乘一下它乘以它零，它乘以这个 A 一，注意不要重做啊，这个行乘以这个列，第二行第一列零，第二行第二列 A 二一，就是 AB 呢等于 BA 注意是 B 的行乘以 A 的列，跟刚才不要混了哈，它的第一行乘以它的第一列是 A2 第一行第二列 A22， 第二行因为是两个零，所以不管跟什么乘都是零，就是 BA。 那 AB 等于 BA 就是这两个二乘二的矩阵是相等的，矩阵相等就对应的元素要相等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应该说四个等式对应的四个元素，零等于 A21， 零等于 A21， A11 等于 A22， 零等于零，这不用写了， A21 等于零，这个其实也不用写，因为前面就是零等于 A21， A21 等于零，这两个也是一样的，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两个等式就这两个等式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，这两个条件就是 A21 在这个位置必须为0，然后 A11 等于 A22， 这两个必须相等，所以呢
矩阵 A 一定是长这个样子，这个位置是零，这两个位置是相等的，我在这都记成 A 一，而这个位置没有限制，任意的，这里边没有条件限制它，就是另一个数 A 一二，也就是说这个矩阵 A 呢，它是长这个样子，就对角线上的元素是相等的，然后这个右上角是一个另一个数，左下角是零，所有这样的矩阵都满足这两个条件，同样也都满足这个条件，同样也都满足 AB 等于 BA， 也就是所有与 B 可以交换的矩阵都是长这个样子。就是用可交换性给出的一个例题。那刚才我们在做这个例题的时候已经发现了，如果 A 和 B 要交换的话， A 必须跟 B 的规模是一样的。其实呢，如果 A 和 B 要交换的话， A 和 B 还有一个性质，就是它俩在这里看到都是方阵，可交换的矩阵是方阵，并且这两个矩阵的规模是方阵的规模是一样的，只有这时候才可以交换。我们来证明一下啊，为什么可交换的矩阵是方阵？刚才我已经大体介绍了证明的过程。假设 A 是一个 M 乘 N 的。B 呢是一个 P 乘 Q 的，我们现在要证明的就是 M 和 N 要相等， P 和 Q 相等，而且 M、N、P、Q 都相等。好，因为 AB 可以交换，所以 AB 等于 BA。 好，我们分别写一下它的规模， A 是 M 乘 N 的， B 是 P 乘 Q 的， B P 乘 Q A M 乘 N。那首先这两边的乘法要能做的话，这它的列数必须等于它的行数，所以 n 等于 p。 好，这里面必须 q 等于 m， q 等于 m 中间的，这是首先乘法能做的条件。然后做完了以后得到两个新的矩阵要相等的话，这两个新的矩阵规模必须相等，这个矩阵得到的规模就是它的列是 m 行Q 列，所以我把这个呢可以记成一个 C 吧， C M 乘 Q， 就是它得到的结果。而右边呢，右边得到结果记成 D 吧，一个 D P 乘 N， 左边是一个 M 乘 Q， 右边是一个 P 乘 N， 那它俩矩阵要相等，规模必须一样，所以 M 等于 P Q 等于 N。那这四个都是合起来想，就是 M 等于 N 等于 P 等于 Q， 全相等，所有的都相等，比如说 不光是方阵，而且这 AB 两个规模都是一样。好，这是可交换性的一个性质。大家看到光交换率我就写了一黑板了，但是这个定律其实是矩阵乘法最重要的一个定律，我们待会儿再看一下结合律和分配律。